现在我们亲子同享双宝呢，要来到哪个地方呢？宜兰月川酒店的，我们要先要做什么？吃晚餐。吃宝贝，对，然后我们大家赶快来看一下他们宝贝的晚餐多丰富，好不好？好。等一下会有你们惊声尖叫的菜色、哦。哇，这边是这边的话是我们前面吧台区的部分，我们主要用餐的地点的话是在前方这个比较靠左的用餐区域。哇，左边就是一首先这边的话是我们饮品的地方，我们有自制的爆爆珠，可以加旁边的饮料，这边自助使用。爆浆珍珠哎、欸，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口味都可以自助式做下去。哇，小宝最爱。好，我们总经理在这边耶。哇，刚好我们总经理在这里。Hello， 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个甜点都是我们点心坊自己做的。哇，做的很精致，而且很好吃。哇，大宝已经开始在双宝甜甜圈。哇，蛋糕甜甜圈，迷你的甜甜圈。哇，好多种哦。小熊软糖，小朋友最爱。对啊，哇，好多种点心，奶油酥条，奶油酥条，弟弟怎么都知道？他已经是专业的了。哇，这边还有马卡龙哎，对啊，马卡龙都自己做的，很好。马卡龙哦，还有柠檬塔，柠檬塔。哇，这边光点心就已经。还有这个是过年的那。过年的那种系列的，还有那个大理石起司蛋糕，哇，好多种，好走，那这是饮料区，啊，我们的饮料区，气泡水，气泡水，加你想要的果汁，好 ，OK， 好，走 ，Let's go。那这个限组区有两个一定要吃的，一个是我们的自己做的樱桃鸭，哇，樱桃鸭，无限畅吃，想吃多少都吃多少，吃到饱。对对对，樱桃鸭跟牛排，哇，马上就出来。对，哦，你看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现烤的，哇，自己现烤的耶。对，等一下都可以来试试看，然后配面皮哈，啊，跟三星葱，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吃。哇，配当地的三星葱真的是超棒的。这边还有我们自助餐的菜色跟一般自助餐餐厅的不一样，是我们这个是比较偏中式，而且每样东西都很好吃哦。好，我到今天来试试看这个哇，烤鲜鱼香鸡卷真的不太一样。虾子，这个是杏鲍菇，金沙的都不一样。哇，好多种啊，而且都做的都很、看起来就好好吃。这个奶油鸡肉松鹿哦，松鹿焗烤饭呢？哇，那这个好，这里是像我们可能在家里都没吃的大年糕，在我们餐厅都可以吃得到。哇，好，这里是限定的哦，过年期间限定的。哎，年糕哦，这里年糕好，哇，小宝最爱的意大利面，排骨，还有排骨，牛肉。小肥牛牛肉，这是什么？哇，烧麦，包子，我的最爱。你的最爱吗？好，来，来自小朋友最爱的冰淇淋，哈根达斯冰淇淋跟帝国冰淇淋，总共有八种口味。哇，八种口味，还有自助的，好。还有我们的免费畅饮的海尼根，哇，啤酒升到吃到喝到饱，免费畅饮，对对对，真棒！真的，这个餐厅太大气了啊，直接生鱼片，啊，对，我们生鱼片跟海鲜霸都，都是当地非常新鲜的食材，哇，你看这个锅鱼，三色发亮，对啊。先来吃。哎，你看这个。啊，来这里。从这里到。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餐厅有特色的东西，是这个包子，你在其他餐厅没吃过的。哦。无花果。对。无花果。对，还有这个我们的焗烤凤梨。哇，焗烤凤梨。两翅有翅，有特色美食。对，特色美食哎。啊，这个冷菜啊，大家等一下都可以来品尝看看。哦，这是冷盘。鱼管面吗？还有加起司。对啊。哇。然后这个看法餐其实要跟大家先介绍，吃沙拉或是你在那个喝红酒的时候来配这个帕玛森起司很对味。哇，总经理教我们怎么吃这一个，这个很有名哎，帕玛森起司哎。红酒跟清酒、白酒都无限畅饮。这不是每间饭店的自助餐都有哦。清酒、红酒、清酒、白酒无限畅饮。好，那要教大家。好，巴黎的沙拉吧。这是沙拉吧哦。然后下面两个多。金苹果。
好好好，那这一期要特别介绍，这一期就是我们宜兰在地的美食。哇，这什么？然后可以太老，可以还有我们自己手包的寿司，还有那个荆棘。哇，还有荆棘耶！这些都是当地非常还可以包手卷，还可以包手卷哦，对，太简单。对，哇，哇，还有草莓大福。这个麻薯花粉、哦、芋头糕、麻薯哦，盖菜老盖都是我们当地的当地的特产哦。还有这两个要跟他特别介绍，就是我们绿豆沙牛奶，都是现打现压的绿豆沙牛奶 哦。还有这个鲜奶的杏仁冻哦，这个也是这两个是我们饮料的招牌 哦。等一下一定要喝哦，不用排队的，不用排队的哦。对对对对对，好、啊、，OK， 这是新的水果。新的水果。是什么？汽水。我要这间果冻。还有果醋啊。哦，好。那等一下，我们还有红酒、白酒、清酒的地方，让大家去看一下。好、哦、，OK。来，我们来看我们的红酒、白酒、清酒的地方。喜欢喝酒的，一定要来这边，因为免费畅饮。这里咯，对，这个哇，白酒、红酒还有清酒都是免费畅饮的。日本酒、欸、哇，日本酒、清酒哎、欸，只有日本看得到，真的，对，很少饭店有提供这种，对，这么大方。好，那我们的好哇，我们的服务团队在这边来为大家服务咯。好 ，OK。好，那总经理，那我们就直接先休息一下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